宾的时间。哎，今天的大来宾，大家一定会非常喜欢，不得了啊！他是我们三立最新八点档《晚梦》的演员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江宏恩、刘晓毅、陈倩文。哇，他们来了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你要去哪里啦？你要去哪里？哇，宏恩哥，没关系，宏恩哥，你长得帅，走哪里都可以，我喜欢你讲话呢，都会到，都会到，欢迎欢迎，不是往那边。陈杰啊，陈杰。吓死我了！哎呦，好惊吓！我跟你讲，阿诺，路是人走出来，不要进进来，走出自己的路来。对，有哈。然后呢，这个愿望啊，实在是难得有这么励志的哈。是，也对。我觉得听那个故事听起来是蛮励志的，没错。哎，什么时候要上啊？10号，7月10号，哦，已经正在上档，正在上，正在上。正在上。阿丽莎，你来我家宣传，不是干那提榜啊呢？我这歌唱节目呢，对，好可怕。唱歌呢，姐，拄好我来报告，因为这个小艺哈，甲千文，因拢是专业的歌唱。我才不是，就搞自己。你自己有跟人家美凤姐还合唱过，我是没有哎。我是帮美凤姐跟她合唱，我是帮。所以跟她一起拎伞也被抢掉。对对对对。哦哟，因为本剧又能演又能唱，那我们还混什么？还有，不过真的让大家知道呢，这一次的这个卡司呢，相当的坚强。除了有这三位以外，还有谁呢？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哇，非常多。好，少奇哥，有少奇哥，然后冠霖哥，其实还有霍正奇、国宾，对对，国宾哥演我爸爸。对对对，应该啦。对对对，哦，我都可以演你妈了。啊，真的吗？那你要客串一下演我妈吗？真的。梅姐，我都就是外面的妈妈，我都可以演洪恩的妈了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对啊，你们小玉也是演小玉丁起东西，演我妈妈了。对，哇，阿基本，我这一档升华了，嘿，演他老婆啊。我这个跟他讲话的口气会有什么转变？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。上一档演妈妈的时候会稍微老成一点，但是现在演老婆就还好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一下我们的八点档的一个新戏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晚梦，晚梦哈。阿玲，今日要带来歌曲。喂牛啊，听我讲。对，带有希望感。牛啊，听我讲。就很像是，好像在跟月亮在就是许愿啊，许愿啊，对对对，希望什么愿望可以唱。对唱的歌啦，对唱。对对对对。花香改音，高蕾姐，谢谢。谢谢。晚梦爱琪琪哦。只该请你爱照顾，这么坎坷的人嘛会爱，唔通搁再思我，吞落悲伤的目屎，是伊是温柔我的心，是啥物使我坚持孤单等甲这当时？我不愿搁做梦，吞落悲伤的目屎，是伊，是伊温柔我的心。笑无奈的我，若是会当知影我的梦，请你一定着爱无伊伊的人。